但看这些琳琅满目的礼品，他们可全都是国家级的。像这尊木雕是民国84年马拉威总统莫鲁士赠送给李总统的，是马拉威著名的图腾神像，充满了神秘的异国色彩，也是马拉威宗教文化的一部分。这一类的艺术品大多来自非洲国家或是中南美洲，当然也有来自华人社会的赠礼。像这套仿造的清朝酒器，就是新加坡的内政部长送给李总统的贺礼。至于这两个晶莹剔透的花瓶，则是国际狮子会的赠礼。除了东方之外，来自欧洲的东西则可以看看这把英国皇家铸剑厂所送的和平之剑。不过这许许多多的礼物虽然都是送给总统的，可是总统却不能把它们带回家。这项总统的礼品展将在17号开放给民众参观，您如果想看个仔细，礼拜天不妨到总统府看看什么样的东西才够资格送给总统。